伯哈，有丁洋的消息了。哦，庄先生是安怎？紧讲。伯伯哈，根据对边家倒转来细作讲，丁洋目前虽然伫软禁伫边家，也毋过生活也算过得真好。这内面有一封批，是丁洋暗中拜托一位干部的客商，请伊将这封批交予细作早转来要听伯伯哈。继续灭亡，大约以后分好。什么？
段义军是武将出身的，托不了好件天气，别让家想看完，学校把他难懂，胸襟遥远，你那比教官们不掉，跟人什么关系呢？那叫段将军所讲，人家南韩、北韩民族，消息是外泄，反倒在见到教官们，你在顶灾见祸啊！伯啊，彭先生言辞有理呀、啊！伯啊，南唐与宋朝关系良好，尽量避免动干戈。伯啊，请用奴婢一见禀告。段将军的见解确实高。陛下，臣认为段将军讲得真对，臣认为彭先生讲的才对。人各一事，见解不同，回头再问段世龙。老臣认为应当以谨慎为要，您不烦我，我不烦您啊。说得好，维持本心，当初计议的原衷，暗中建军保南唐。讲。怕什么亲自到杭州一趟，看朱令文训练的新军到底是如何？陛下，江南处处是刁公英的干涉，那安尼先消息一入去，传到边疆去。哎呀，难道这也不是问题啊？如今正当春暖花开，陛下那伊又出门做旅游，来去杭州啊？好，就安尼决定。找你来，是为着要通话学贵代理。平时我根本都无机会出宫，今日是因为阮伯母生日，我才有借口出来。贵代理明明办的代，你办了啥款？也无面目，也毋过我随时拢伫监视你各处。伊若对宋朝啥物无顺从的举动，我立刻就传播贵代理知影。何明是咱失去了联络。伊偷摕宫中的宝物，巡逻辟谣证，被段机警发现，人即马禁在天牢。哼，这人实在真无路用。这文稿是我无简单对东宫内面偷摕出来，麻烦你送我贵代理，也请伊千万善待我红腮丈夫。叩见王爷，平心，谢王爷。贵卿，你在我兴鸿的厨房内面创什么？回禀王爷，臣在恭候圣驾，因为臣有派人去江东国宫中偷取一挂文稿，专工要送来给皇上御览。哦，王爷若是有兴趣，会使先看卖，全是李煜所做的事啊。金雀体，黄昏面，万点俏盈盈，相看无限情。
分并乱，满中战。下土向西，春顺润。这个女子真是动人啊！提袂步向街，手提金里鞋。贵卿，现在李玉所描写的女子是什么人？回禀王爷，伊就是已故周侯小妹，名叫女英。女英是李玉无可能凭空塑造出一个这么美貌动人的女子。伊一定比如天生一般。姑娘，谭将军，你向一段日子无返来府中，是不是宫中有甚物变故？是，赵匡胤已经灭了世上。哪里陛下嘞？陛下要去奉旨。去慰问朱灵文，伊对伊家境训练真紧。大伯甲齐贤要保陛下前去，今仔日是专门倒转来甲你讲一声。等下就要上路，杜英姑娘，你入宫的代志，都要等陛下倒转来听下以后才阁讲。依我看，尚无爱延迟两三个月。郭冰冰，你敢有啥物话，阿大伯替你转达陛下？愿您一路顺利。多谢。伫咧这个时阵，假使我来以李鲁肃静去妨碍着陛下，就会变成太后所讲的祸水。我什么拢袂用讲，只有等。宝宝，恁通大伤紧，这个世间也无你立足之地啊。
宋英都去离婚，把宋英都去离婚，红酒煮碎煮江西兵马何家兵，乃我家杂配的兵。哎，其实啊，这就是你的连兵计划哦。是，陛下，金陵城应该是万无一失。那呢，国王就完全放心了。段将军到底是有爱你也无啦？如果伊若是无爱你，我肯定也是莫阁等伊啊啦。到底哪敢哩查甫人，也毋是敢那伊一个尔尔啦，对毋对？素秋，对。咱来求太后祭祖，另外阁为你选一份好婚书啊。子云，素秋，多谢你真哩关心我。不管段将军是毋是爱我，为的我敢那爱伊一个，除了伊，啥物人我拢毋嫁。雪雁，安尼你敢袂想讲？你爱知影，青春已经是不回头哦。好了好了，莫干那讲我的代志啊！恁两个人虽然已经有冥婚啊，也毋过陛下嘛还要甲你成亲，敢毋是嘞？迄是因为陛下太无闲的嘛。就是啊，咱陛下即马去杭州佚佗啊，是会记甲冯桂林、萧桂林请安。免嘞，免嘞。多谢刘桂林。多谢听刘桂林讲，陛下去杭州游春啊，是？是啊，段将军甲齐大人嘛做伙去呢。除了游春，敢又搁别项代志？齐先生，你问这要创什么啊？啊，哎，无什么啦，我只是关心陛下什么时阵回啊？伊嘛应该入国去啊。到时阵，陛下一定会立女英姑娘入国去哦。翠燕，你讲话要负责任啦！迄女英小太后家挂出去，伊凭啥会当做国后？有太后咧反对，伊免啥想要做国后？国主会妃嫔总啊强啊在位咧，安怎排安怎轮嘛无知啊，轮到女英做国后？这嘛无一定嘞。什么叫做无一定啦？伊女英绝对无知啊做国后啦。如果伊若做国后，我范子云情愿跳咧水池毒死，我嘛唔愿目睭金金看一个叫威风。杜英姑娘，伊我若吃得了，你赶快袂老体，颠倒来拍歹你的鬼体，那恁是要安怎嘞？已经无法度顾虑遐尼济啊！有啊，帮我。